故事从亚当和夏娃开始，他们不听从神的话，反而听了恶魔的话，违抗了命令，从此断送了人类和神的美好关系。他们成为了首先经历罪恶和因为犯罪而引致死亡的人。他们躲藏起来，用树叶遮掩自己的羞耻。神对这一切的掩饰甚为不悦，就用兽皮给他们当衣服咁穿。神自己手指屠宰了动物为他们遮丑。亚当和夏娃有两个仔，该隐和亚伯。该隐将所种植的食物呈献给神，而亚伯就以动物呈献，一个血的献祭。神接纳亚伯的呈献，而不是该隐的献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犯罪招致死亡，将我们和神分开，一定要用生命偿还。基于嫉妒，该隐杀了亚伯，人性阴暗面扩大。几百年后，一切都变得可恶。神话世上再没有人值得生存下去了，除了挪亚和他的一家。神叫挪亚做一只大船，要他将一个信息传开去。审判罪恶的日子临近，只有一个神怜悯的脱险方法，方舟。他们取笑耶与挪亚，直到天上的雨水倾覆，水从深谷中涌出，叫人措手不及。洪水灭绝所有人和生物，世界因为他们的罪恶遭毁灭。只有挪亚、他的一家和神保留在方舟上的生物可以安然无恙。后来出现了信心之父阿伯拉罕，神要他将儿子带到山上面当作献物。阿伯拉罕为了这个命令耿耿于怀，但是他服从神，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，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山。当阿伯拉罕正要牺牲自己的仔的时候，神制止了他，并供应了一只牲畜代替他的儿子作献物。牲畜赎回代替并归还了他的儿子，以血还血，以生命还生命。400年过去了，神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埃及法老王并不批准，于是神降十灾惩罚他。最后一灾，神差派死亡天使去各家各户夺取长子的性命，除非人按指令献上羔羊，将羔羊血擦在门框上。当天使看到血，就知道屋里面的小孩已经被献物所赎。无论是犹太人、埃及人、奴隶抑或自由人，只要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们的儿子就能幸免于难。如果不是，那晚就会发生摩西所预言的事了。埃及地哀鸿遍野，就是在每一户拒绝向神呈献讨怜悯的家庭之中。后来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书，里面包含了神所设立的赎罪祭仪式。罪人将牲畜带到祭司面前献祭，将双手按在牲畜的头上面，寓意自己的罪和羞耻都转嫁去到牲畜那里，然后宰杀牲畜，血洒当场，罪人的过错就被掩盖。大卫王同先知们遵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行事，但是他们怀疑究竟牲畜的血是否真的能够掩盖人的罪呢？亦或这些是一些象征符号可以解读未来？大卫王预言将来有一位君王尼赛亚会降临，在大卫王的后裔会掌权管治万邦，他为人谦逊，满有慈爱。这位尼赛亚毫无过犯，完美无瑕，无可指责，清白无辜。他会受苦死去，成为宝贵的献物，他会作出重大的牺牲。耶稣在马槽那里出生，因为没人能够给他地方，由童贞女所生，生而纯洁无玷，有王族血脉，但是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卫王后代。几个穷国的牧羊人和东方富裕的智者前来向小孩渡河，证明他就是那位圣经所应许将来会降临的尼赛亚。
耶稣传扬博爱、信实、和平和谦卑。他是个老实的牧像，亦都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。他得罪了虚伪的宗教人士，指他们爱仪式多过爱神。但是他受穷人、卑微的人、有富裕的人和罪人所爱戴。他医治聋的、瞎眼的、残障的和被鬼附的人。他将死人起死回生。这个无家可归者是个四处漂泊的老师，亦都是个革命烈士，呼吁爱神的人要活出丰盛生命。耶稣称神为父亲，为人类展示全能者好像父亲一样爱人。神想将人当作儿女看待，但是中间有隔膜，因为他们有罪性，而神却是圣洁的。人的罪源自亚当和夏娃，将人和神分开。但是尼采亚知道做什么才可以挽回他们。施洗约翰预言耶稣说，看神的羔羊拿走世上的罪。耶稣就是尼采亚被拣选过一位，选择成为重大的牺牲品。他未曾犯过罪，以圣洁清白、无瑕宝贵之身为罪付上重价，以无辜之身代替有罪的人，以圣洁之身代替犯罪的人。他为了天父而做，付上人类犯罪的代价，为要释放他们，不再做罪的奴隶，重拾他们自亚当以来所失去的和神的美好关系。不用追究犹太人、罗马人，是神阿巴父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牺牲耶稣为要应验先知所记载的，他会成为神的羔羊，拿走世上你和我的罪恶。但是他不是就这样就完结了的。三日之后，神叫耶稣这位尼赛亚从死里复活，并给相信他的人一个应许，凡信他的将来也都会得到复活，得享永生。之后耶稣承诺他的门徒，他会再回来，并以判官和君王的身份再回来。尼赛亚就是神给人的礼物，人不用为自己的罪受死，也都不用同神分离，只要接受耶稣的牺牲，就能够重拾同神美好的关系。这份礼物你不来拿，就永远都不属于你了。